爸拿来怎么办？我爸没告诉我。我录完创作营回去以后，我爸跟我说，我可能活不了那么久。爸爸拿来叫我，我其实我爸没有那么害怕流感。我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，我最怕的就是我的家人。就那一瞬间，是多少金银财宝，是多少名利，都换不来的东西。我宁愿用我自己10年的寿命去换我爸的命，我都愿意。